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说话！是我，开门。你怎么来了？快开门，很重的。哎呀，你看看你这地方，我找都找半天，人家搬走不说，公司关张也不说。还搬到这么偏的一个鬼地方，人真行，李木家，你现在是鬼见愁啊！你才坐这儿多长时间？你都骂了多长时间了？说个明白。润润怎么了？我备孕呢，碳酸饮料不喝，不健康。牛奶是吧？喝这个。冷的不喝。真矫情，跟你学的，就允许你矫情，不允许我矫情。那行，尽情矫情。你记得咱上大学那会儿吗？经常就挤一张床上，俩人分一包薯片。你现在能不能给我买这么一大堆？大学刚毕业那会儿，拿到金达 offer， 我当时觉得自己可了不起了。谁能想到十年之后呢？这都要穷途末路了。不会穷途末路的，你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对不对？你看我毕业那会儿，我什么也没有，穷到一包泡面都要掰成两半吃。但是我不服输，我有信念，我就发愤图强，我再创佳绩。蓉蓉，你真的不容易，真的。我也觉得我挺不容易。你看那会儿一无所有，赤手空拳，不也混得风生水起吗？你现在也是啊，从头开始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说句招人恨的话，我还有点想回到那个时候呢。那你是真的很招人恨。招人恨我也要说，这么多年，我呕心沥血的叫你买房。啊，你买了吗？我叫你别跳槽，你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我让你自己守好你那点积蓄，结果你分分钟投100万。又是理想又是情怀的，你是不是还准备跟我说你无怨无悔？我真的无怨无悔。你自己想想吧。我想明白了。认识你，我倒了八辈子大霉了。说吧，准备借多少？借什么呀？借钱呀！我都开口了，你多少借点，不然不给面子啊！我这么抠门的人，我都问了。过了这村没这个店。没事儿，姐妹在这儿呢，啊。那些欢笑声。